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靠北他妈的，干、哦、你又买一栋哦？不是，你林口信义都各一栋，你又买在哪？你在中部自产哦，台中啊，哦七级那栋是不是？你上次传的那个、哦？靠！太贵了、啊，那栋没有买啦，那栋没买了，那栋买不起，那上次就去看一下而已。那栋不是八千多吗？那我去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而已，那个没有买啦。他想说你要买一栋。